怎么是空的？不可能啊，我卖给你的时候里面是有的。二妮啊，是不是被你家猫偷吃了？没有啊。那不行，老板娘，你赶紧给我钱。那老鼠屎现在也断货了。那这样吧，二妮，我不给你一包鸡骨蛋怎么样？反正都是老鼠屎。那不行啊，鸡骨蛋又不能吹口哨。那这样吧，二妮，我给你做一个。我得赶紧去抓他。雪哥，大头雪哥，大头雪哥，左二的，老板娘，你跑这么快干嘛？给我拿个雪哥，你又能干嘛？你又没钱。我有。那行，二的，你自己挑吧。哎，老板娘，不还剩下五毛吗？那我再赚一百大转盘。行吧行吧，自己赚吧。中，五十！老板娘，我中到五十啊！啊，哎呀，那我身上也不够五十啊！啊，那这样吧，老板娘，你把这一箱雪糕都给我们不就行了？走，二哥。老板娘，给我拿个最长最辣的辣桃棒棒糖。你多给我两毛，我给你现做一个啊！多给你两毛啊！哎呦，行吧行吧，这白玉一上就能下一句，我哪知道，这也太难了。哎呀，这张试卷你帮我写，我就把我的水晶借给你玩一分钟。二蛋，这试卷老师要打分的，我不能帮你写啊。那我不管，你要不帮我写我就揍你。好好，我帮你写。二蛋，帮你写完了，你能给我玩一会你的玩具吗？
写完了，拿过来吧你。写完我的玩具，你想了没？你说话不算话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二蛋，你考试考了100遍，老师奖了你一个奖状。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得奖状呢。二蛋，我记得你上次考试只考了6分，进步那么大，那我也奖了你一瓶罐头。哇，老板娘，最近我老喜欢吃罐头了。对啊，现在黄桃罐头很火啊，我也给你们找了个活动。现在源头厂家为了打开线上销路，1块钱可以抢5罐。活动入口我给你们放左下角了，想吃快冲吧。不行，那我赶紧去抢。哎，你看，老板娘奖励我的罐头，不给你吃。嗯第一次得奖了，老板娘，咱阿姨太坏了，你也不管管她。二姨平时不这样啊，那今天是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这二姨整天还会被老板娘骂，看我不整死你！啊！二姨，打扫卫生累了吧？来，吹电风扇。谢谢你，二蛋。等我打扫完，我再去。哼，不识好歹，一点都不知道享受。哎呀。这天太热了，累死我了。谁发的？二姨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不是我，我一直在打扫卫生呢。二姨才不会干这种事，你干的什么二面粉呢？肯定是你干的。老板娘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本来是想找二姨的。好啊，你个二蛋，浪费粮食还想欺负二姨，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阳山水蜜桃产地直发，拿出了1100做活动，1块钱就能抢十件。活动入口给你们放左下角了，快去抢！老板娘，你都罚我站了3个小时了，可以了吧？我也想吃水蜜桃。哼，才3个小时，那你们说这3个小时够不够啊？老板娘，我在你这儿买的螃蟹怎么少了一个腿啊？不行，你给我换一个。啊？那不可能啊！那这螃蟹也卖完了啊？那不行。要不这样吧，老板娘，我喜欢吃又辣又甜的棒棒糖，你给我做一个辣条棒棒糖吧。辣条棒棒糖，行，我给你做。是老板娘，对，就是我。你要买啥？哎呀，我今天只带了2毛，有没有2毛钱的零食啊？每次都带那么少，2毛钱的酸梅粉，2毛的北京烤鸭，你要哪个？哎呀，我这些都吃腻了，不想吃了，又没有别的。别的要啥？别的大辣面有没有啊？大辣面5毛，你那钱不够。那你就卖给我一包呗。不行。哎，算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卖给你2毛的。香蕉来了，给你2毛的，以后空着来啊。行，走了，老板娘。